Hi， 大家好，我今日接受 Robin 的挑战，咁咧就系应承咗佢着西装、恤衫同埋 tie， 一件我自己好中意嘅恤衫同埋未打过嘅 tie， 同埋应承咗 Edmund， 我今日真系会做呢个 challenge 嘅，咁咧就请你哋两个唔好缩晒王，咁我同时间咧我就希望咧 challenge 网络红人啊，星矢医生啦 ，UNICEF 嘅 trip 最玩得最傻嘅兩個 duo 咧，就係Justin 同埋 Dominic 啦。我嘅好同學 Steffi 同埋我同事 Bernard， 希望你哋唔好走數。嗱，呢個就係個冰格，我而家倒啲冰落去。雖然咧，我就今日告咗病假，因為我痛風，我行唔到，但係我仍然可以喺24小時裏邊咧接受呢個 challenge 嘅。嚟咯！大家冇走數，